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勇士两连败，北京时间12月28日，荆州勇士队将迎来新赛季的第三场比赛，他们将在联合中心球馆对阵芝加哥公牛队。勇士此前的两场客场之旅均以失败告终，而且两战狂负65分，创造队史耻辱纪录。面对公牛这场比赛，勇士将力争胜利。但在这场比赛之前，勇士又传来了一个坏消息。根据 NBA 名记查拉尼亚的报道，荆州勇士队的替补中锋马基斯·克里斯的右脚腓骨遭遇骨折，将缺席余下的所有比赛。要知道，新赛季才刚刚开始，勇士队就已经赛季报销了两人。克莱·汤普森在休赛期就赛季报销了，他遭遇的是跟腱撕裂，十字韧带撕裂刚刚痊愈，就又遭二次打击。克里斯对于勇士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轮换，他身高 2.08 米，是勇士队5号位的替补。本赛季他为勇士出战的两场比赛场均 6.5 分 6.5 篮板一盖帽，他的运动能力是科尔所称道的。他受伤后，勇士的5号位上可以用的球员只有怀斯曼、卢尼、斯马伊拉及其三人。斯马伊拉及其并不是主力轮换，看起来怀斯曼的战术地位会暴涨，他这个先发中锋要独挑大梁了。勇士队本赛季的第二巨头德雷蒙德·格林此前的两场比赛都在伤病名单上。他在12月28日接受采访时说道，我希望出战今天的比赛，我会和科尔说的，我只想找回我的势头，我的身体状态很棒，但我的势头还不太对。换言之，追梦已经是能复出的状态，原本这支勇士可以全员面对公牛，但如今克里斯赛季报销了，科尔又需要调整轮换的登场时间了，这支勇士队在进入2019年总决赛就开始风雨飘摇。先是凯文杜兰特跟腱断裂，随后克莱汤普森十字韧带撕裂，19-20赛季库里手部伤势几乎赛季报销，德雷蒙德格林因为膝盖与脚踝伤势打打停停，休赛期克莱又遭遇跟腱撕裂，新赛季刚开始克里斯又遭遇右腿骨折。这支勇士难道因为三次总冠军花光了运气吗？唯一值得欣慰的是2020年榜眼秀詹姆斯·怀斯曼，他这两场比赛的表现都十分出色，他有着卓越的天赋。虽然 NCAA 就打了三场比赛，可在 NBA 赛场他的位置感很好，这位身高 2.16 米的年轻天才会成为勇士内线的支柱。文言小白 N，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。